公元1894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——甲午战争。七月，中国运送援兵的高升号轮船被日舰击沉，我崖山失守。北洋水师遭受重创。公元1894年九月，清军从平壤溃败。十月，日军渡过鸭绿江，占领我九连、安东两城。公元1895年二月，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被歼。公元1895年三月，仅六天之内，牛庄、营口、田庄台等地全部失守。公元1895年四月17日，腐朽的满清王朝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割地赔款，国威丧尽。公元1898年六月11日，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，决心变法维新。以来，中外臣工讲求实务，多主变法自强，而者诏书数项，如开特科、裁冗兵、改五科制度、立大小学堂，皆经再三审定，朝之至熟，普议实行。为是风气尚未大开，论说莫衷一是，或托于老臣。在这次变法维新的爱国运动中，涌现出许许多多志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士仁人。为什么要砸报馆？为什么？有胆量的站出来说话呀、啊！你们先报馆是蛊惑人心，对，蛊惑人心，报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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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消息，报馆，好消息啊！陈宝珍大人派人送来的北京军机处急电，皇上宣旨让你进京参加维新变法大业。太好了，急电，候补知府谭嗣同着急进京避见，
亲子。好，福生，好，你看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就好了。皇上，公元1898年6月16日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。你这几本书朕细细读过，道理甚好。西方诸国实行新法300年而大治，日本实行新法30年而强盛，我中国国土广大，人民众多，变法3年即可自立，此后则定能蒸蒸日上，富强可驾万国之上啊。臣早就说过，康有为之才要胜臣百倍。翁师傅谬讲了。你以为变法成败的关键何在呢？臣向来以为，变士首当变法，变法首当变人，网罗天下英才而用之，这是成败立顿的关键。中国最多的是人，最少的也是人。少的是英才、贤才、干才。中国当前人才不多，然而还是有的，比如候补知府谭嗣同。谭嗣同到京了没有？军机处已经去电报催过2次了。刚大人他们来了。刚大人、怀大人、荣大人，昨天派人到府上不过使点小意思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我还没倒出空来到府上去道谢呢。咱们之间何必这样见外呢？小太监们都管李莲英叫老叔。皇太后，刚毅、怀大部、荣禄来给太后请安。恭请皇太后圣安。他不光是来请安的吧？皇太后圣明。皇太后，朝里的事还不太知道吧？知道知道，不就是变法吗？皇帝要变法强国，这正是你们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。是是是，皇太后，皇上正从全国网络人，听说康党的谭嗣同和梁启超就要到京了。谭嗣同不过是个候补知府。不，这个人不可以等闲视之。好了好了，我没闲心管那么多事了，年纪大了，我住的这个园子里来就是图个清静。再说皇上有志气办大事，这也是好事，你们就别说三道四的了。是
是。对了，我正想问你们，那个康有为是怎么跑到皇上身边去的？就是翁同龢保荐的，他还说康有为的本事比他要大着百倍。康大妈还说，皇太后要不是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，甲午年就不至让日本人打败。不会吧？皇上变法的主意都是翁同龢出的。荣禄。是。上次我说过，你是不是去当直隶总督？皇太后，奴才以为还是军机大臣。皇太后，荣大人要是任直隶总督，再兼北洋大臣，这样正可共卫基辅，共卫皇太后和皇上。嗯，荣禄，你说呢？这是要请皇太后圣裁。休息吧。北京冷，衣服要随时加换。皇上召你进京，你自然应该为国为民尽忠竭力。只是，你我结婚13年，别多会少。一想到这些，我……福生，让我跟你去吧。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虽是个女子，也明白这个道理。不过，朝廷向来是虎狼之地，你直心直口，父亲担心你，我也怕。夫人，还记得那两句话吗？视荣华如梦幻，视死辱为常事，无喜无悲，听其自然。嗯。佛如，你听这是什么声音？哦，这就是庄子说的天籁吧？老爷，前面就是黄河。黄河，黄河。停车。把马牵过来。哎，福生啊，小心呐。
只要一脸郭奶奶的席子。你家里人呢？你爸爸呢？你妈妈呢？老爷，你带我走吧，带我走吧。皇太后圣安。请皇额娘圣安。请皇额娘圣安。皇上昨晚上歇得好吗？皇额娘，子臣歇得好。您颁发了微心诏书，一定很忙吧？要多注意身子才是。是。你小时候刚进宫那阵儿，一宿一宿的闹，搅得我睡也睡不好。现在长大成人，能自主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子臣知道，没有皇额娘的天恩，就没有子臣的今天。皇上是不会忘记皇太后的恩德的。你大了，朝里的事本来不用我管了。不过，这当娘的总爱操这份心。今儿个有两件事想嘱咐你。着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进京避见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书礼。这皇额娘，
翁同和在我身边20多年，变法维新离不开翁同和，翁师傅不能走，是不是？下去歇着吧。是。翁同和停职。协办大学士翁同和近来办事多为远捷，见路揽权，狂悖之状，断难书记之任，坐骑开学回籍，一事保全，请走。华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统摄北洋三军啊，使京城防御固若金汤，这第一杯酒让我们恭贺纵华兄荣升。纵华兄他忙着请请请从文忠显皇帝生下以来，我大清国靠谁呀？啊？还不就靠太后一个人吗？啊，是说的是啊。如果皇上早听太后的话，也不至于有甲午之败。其实洋鬼子有什么可怕的？那他们的腿是直的，膝盖骨不能打弯，和他们打仗多准备些藏竹竿子，把他们捅倒就爬不起来。洋枪洋炮也没有。现而今皇上要闹什么变法？你堂堂的天朝大国向洋鬼子学？真不知把天下国家闹到什么地步。变法就是背叛祖制，康有为居心叵测。诸位，诸位，甲午朝鲜战败实为我辈军人之大耻辱，积50多年之教训，我们知道国家的强盛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做国家之干城。来，为荣中堂统御下的新军成长壮大干杯。荣大人，魏廷老弟
你年壮有为，他年必当平步青云，迎国家柱石之际呀、啊。到那个时候可别忘了老朽啊。来请请来请，祝中堂高升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翁师傅这一走是砍掉我的一条臂膀啊。皇上要成就大事业就得慢慢来。成就大事业，上有太后压着，下有荣禄刚毅这帮东西挤着，我只不过是一只夹在板缝里的臭虫。不是还有康有为吗？是啊，康有为的确是栋梁之才。那你去跟太后说说呀。说也没用，我连翁师傅都保不住。现在翁师傅虽然走了，可湖南的谭嗣同不是就要来了吗？你说的是谭嗣同？正是。怎么走了个老的，来了个年轻的？听说这个谭嗣同在湖南搅得个水滚一番，这次来京还要多多在意呀、啊。来京？怎么，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？哎呀，五爷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您呢。来，卓如啊，这位就是我的武术老师。哦，原来就是闻名京师的大刀王先生。不敢不敢，这位我的朋友梁启超。哦，就是公车上书的那位梁先生吗？对。哎呀，久仰盛名，真是幸会呀、啊、幸会幸会幸会。五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呢？看，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你们怕是到不了北京了。哼，想不到他们竟如此看得起我。公元1898年8月21日，维新志士谭嗣同到达北京。包子呀，好卖，我也买得了。吃点包，脑袋包，尝尝包那里馅儿。包子呀，好卖，我也买得了。掌柜的，给我来两个包子。包子呀，好卖，我也买得了。买了吧，天了吧，三步三步样，买回家去，做苦料做。
吧。老爷，太太哟。先生，您来把这扇子。好好好，好，这是谁呀？给啊，你连他都不知道，这是荣中堂。哦，下朝回家了。啊，掌柜，说你呢。掌柜，掌柜，掌柜，掌柜。哎，你老的银子得往他身上使一点。大清国是新是亡可看他老人家的啊。哈哈，就是您这故意店是兴隆还是关门，这也要看他老的了。怎么讲法？康有为和皇上要变法。变法？到那个时候都改穿洋服。您这长袍马褂卖给谁去？我要破财了。哎哎哎，你可要发大财了。发什么财呀？听说您捐了道院，全北京谁都知道。过几天呢，我就要觐见了。啊，我就说他少年有志，前程无量啊！此次奉旨进京必见，必有重任，他日一定平步青云。谭大人，我们都是立主变法的，最近鄙人具责上奏，恳请皇太后亲主变法，这维新大业那是必然，万事亨通啊。谭大人，小人最近拜读康大人的《俄大彼得辩证考》，心领神会，也注一文，乃小彼得辩证考，小彼得乃大彼得之子也。福生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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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最近外面有人说康有为要推你做薄里喜天德，可有此事啊？什么薄里喜天德？哎，这是外国话，不就是大总统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啊，傅生兄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傅生兄，这个自四月圣上下诏明定国事以来，两个多月了，虽不能说新政事事均无成效，然而总觉步履艰难呐。皇上虽然三令五申，然而王公大臣不是置若罔闻，就是阳奉阴违，我颇费踌躇啊。皇上说是要对这些人严加惩处，但没有真正惩处过一个。欲去守旧之臣不能去，欲用通达之事不能用。唉，皇上实在是有难言之隐。京城之中，老臣云集，他等是我辈为洪水猛兽，甚至颠倒是非，造作谣言，家兄就备受攻击，极想逼迫他出京。哦，刚才我上楼的时候还有人在造康先生的谣。哦，说康先生要推举我当大总统。维新与守旧形同水火，弟来京前香报馆也被他们砸过了。是啊，目前变法与守旧两军壁垒，的确是困难重重啊。傅生兄此时奉旨来京，正是成败立顿的关键时刻。是啊，是啊。如不能雷厉风行地改革朝制，维新大业的夭折不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要采取霹雳手段。霹雳手段，霹雳手段。对，只有如此。目前吞谷朱桥裴村已经皇上亲上军机张京啊，真是三缺一呀。 啊福生是不是借重尊驾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。今天晚上我就具折宝剑，明天你就呈递扇牌，请皇上尽快召见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您请，您楼上请。魏廷兄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各位大人，来来来，我来引荐一下啊。这位是湖南谭福生谭大人。谭大人，袁大人，这是我的学生梁启超。梁大人，袁大人，久仰二位圣明，幸会，不敢不敢，幸会，幸会。我外面坐，外面坐。好好，请请请请请，好好，这是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请坐。啊，请。此次兄弟进京应召比见，京中朝廷情形诸多不熟，还望各位多多赐教啊。魏廷兄你太客气了。好，这个这五百两银子全表兄弟对各位保国利民大业的一点微重啊。袁大人，魏廷兄，你独敛新军所需正多，这太令弟不安了。哪里哪里，期望笑纳
笑纳，希望笑纳啊！来来，请用过，请用过。袁大人督办新军，誉满全国，成绩卓著，皇上准备优奖，实在是可亲可贺呀！哎，哪里哪里，当此朝廷用人之际，帝不过是勉励而为罢了啊！谢谢。新建陆军装备的都是克虏伯兵器厂最新式的枪炮，加之卫廷兄治军有方，日臻完善，真可谓举世无双啊！对，是啊。袁大人对新政有何高见呢？这个诸位深谋远虑，尽善尽美，袁某孤陋寡闻，何敢知会啊？啊！诸位大人，正当盛年，勇于变法重任，劳苦功高，袁某是望尘莫及呀！啊，袁大人过谦了。谭大人的力作、人学，兄弟仔细拜读过，忧国忧民，实践深远，兄弟获益匪浅呐！啊，袁大人谬讲了。现在的中国重要的是行，而不是言。袁大人的新军才是国家安危所系呀！惭愧，惭愧，谭大人在湖南新政中崭露头角，这次进京到皇帝身边，定可建大功、立大业，前程不可限量啊！一文一武，一见如故，这可是新政的好兆头啊！1898年9月5日，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。臣谭嗣同恭请皇上圣安。湖南情形如何？巡抚陈宝桢锐意变法，无奈劣身猖獗，新政步步艰难。湖南开全国风气之先尚且如此，其他可想而知啊。臣以为今日之中国犹如一座将要倾覆的大厦，梁柱船岭皆被筑空，必须从根本上弃旧图新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皇上，这是臣在河南见到的千百万灾民的口粮。那里是哀鸿遍野，饿殍满地。朕登基23年来，天下国家残破如此，上无以对列祖列宗，下无以对黎民百姓，朕何尝不想让国家富强？皇上应打消顾虑，施以霹雳手段，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守旧老臣挟制的局面，使圣上治国之威蒸蒸日上。你以为应该怎么办？依臣之见，第一，要除旧而后才可布新，从内阁六部九卿至各省层层官署，要把那些有名无实的衙门全部裁掉，要汰除大量无能的冗员，送颐和园。第二，依据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，皇上要亲任海陆军大元帅，以免出后顾之忧。第三，对敢于阻挠新政的人严惩不贷，必要时
也要杀人，使彼等触目惊心，不敢再阻挠新政。黄河有冰，太行有雪，难呐。皇上为一国之君，因此要朝纲独断。朝纲独断，独断朝纲。否则，朕绝不做亡国之君。朕深望你为中兴之臣。臣准备为40000000生灵肝脑涂地。朕赏你四品清闲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与维新大政。谢皇上。您瞅这劲儿，哎，走吧，多着点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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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热。肝火也旺，哼！哎，没想到今儿个皇上发了这么大的火。这内务府六衙门是列祖列宗定下来的，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呢？要不是刚中堂从中阻挡啊，那些抗党们还不是在四个小张家挑唆呢？才进军机几天呢，瞧那个神气劲儿！天朝200年，竟出了这么几个黑头宰相，他们仰仗着皇上的恩宠，竟敢如此的放肆！呸！四个小卒子成不了大气候。哎，刚中堂，这小卒子过河，拱起来也要命啊！哼，那个姓谭的最嚣张，什么也都不顺眼，张口骂腐败。闭口骂亡故，别说我了，就连中堂您也没放在眼里。这小张家可不能小瞧啊，今儿个又鼓的皇上搞什么广开言路。广开言路。是啊，这不今儿个皇上就责令不得阻隔臣民上书言事。那王昭这奏折不理他。这事要让皇上怪罪下来，就是不给他递。皇上怪罪下来，就我顶着。别上火啊！别看皇上给他们撑腰眼子，来，没皇太后的懿旨，咱们就给他来个不懿旨，搁起来看。诸位。先生在吗？在啊。福生有事吗？福生怎么回事？嗨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礼部主事王昭上了一个奏折，请皇上游历东西各国，可是他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许银奎呢，不问情由，严加申斥，就是不给转递。皇上不是早有名誉不准阻隔臣民上书吗？许英奎这是明目张胆的违抗圣旨。许英奎平时胆小怕事，可这个折子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因为有怀塔部在他背后撑腰，怀中堂又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亲戚，才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福生，福生啊，这个折子怎么到你手里的呀？我听说他到处扬言要具折上奏参劾怀中堂和许应奎，所以
我就去拜访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投石击破水中天？陪他来一下。这个折子从督察院递上去怎么样？可以，就是要冒三分险。哎，机不可失嘛。对，在王照递折的同时，我在复片参合，恳请皇上追究怀塔部徐英奎阻隔陈明上书的罪责。那就更好了，我和舒乔联名聚奏，恳请立即下狱裁撤詹事府光禄寺。这样一来，双管齐下，力量不小啊！是啊，今晚你和吞谷舅舅找王照，务必明天一早把折子递上去。啊，你们二位也连夜拟好裁撤六衙门的谕旨，也明天一早递上去。这样，把几件事情集中起来，来的一个霹雳手段啊！好，太好了，詹世福。通政司、鸿胪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、光禄寺，本属闲曹，无事可办，君酌即行裁撤。六，外省如湖北、广东、云南三省，督府同城，此三省巡抚一并裁撤，着总督监管巡抚事，钦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像话了，这成何体统？哎呀，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皇上啊，我是铁帽子王的后代呀，这衙门撤了，我到哪儿去留面子啊？你凭什么把这六个衙门都给撤了？怀大人，你听到的是皇上的手谕啊，是你们欺瞒圣宗，挑唆皇上下的手谕。不对，当今皇上聪慧明锐，难道是什么人可以随便欺蒙的吗？怀大人，这你们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我跟你们拼了。老大人，这朝房禁地是可以随便辱骂大臣的地方吗？要是惊动了圣驾，又该当何罪呢？谭大人，皇上要变法，我们作为朝臣的当然赞同，不过这些衙门不应在裁撤之列吧？无非是安置闲员，拿着俸禄整日无事可干，但那公考会典的文武官员来说，就有27000人之多，请诸位大人想一想，冗员几何？从历朝来看，我朝设立的官职并不算多呀。但是大官之多却是前所未有。诸位大人，你们应该为国家社稷想一想吧。胡说八道！你们懂什么朝政？你们在紫禁城里才走过几步路？这些衙门可是顺治日朝圣祖皇帝定下来的。你们今儿个废这个，明儿个废那个，废掉了祖宗法制，那就不是大清了。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。说的对，祖宗之法是为了确保祖宗之地，而今祖宗之地不能确保，祖宗之法又到哪里去施行呢？说得对，再说千古也没有不变的法治。自秦汉以来，从朝纲官制、郡县州道，到交通农商，乃至服饰礼仪，哪一样不再变？变则通，通才能久远嘛。我大清是礼仪之邦，学洋鬼子那套玩意干什么？东西各国文明发达，火车、电报、机器制造无一不日新月异，如果我们再不急起猛追，那么刚大人，我们只能听凭列强宰割进进了。算了吧，你们是想把我们这些老臣赶走，好让你们撺掇皇上
把大清的江山送给洋人。我大清是天朝，天朝在各国的中央。对，天朝就在各国的有道理、啊、时至今日还抱着天朝大国妄自尊大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就要被断送。谭大人，你这话有点太出格了吧。既然变法自然要出格，不出格叫什么变法呢？你可知道这大清的天下来之不易呀、啊、如果一味抱残守缺，苟且偷安，那么丢掉大清的天下倒是极容易的。这无稽之谈，跟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啊！我们要见皇上。谁出来说话？怀塔部，怀塔部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皇上吗？奴才不敢。你这个无耻的奴才，你也配提列祖列宗？朕屡屡昭示你们，不得阻隔臣民上书言事。王昭这份奏折你们为什么不给代递？许云奎，是你也说话呀。皇上，日本在虎狼之地，前俄国皇太子游历日本遭刺客暗算，甲午年李鸿章宗堂去日本也险些丧命，王昭劝皇上去日本，这分明是陷皇上于必死之地，奴才区区为重。怀塔部，你拿朕当小孩子吗？奴才不敢，奴才还是望皇上。住嘴！从即日起，各省官署冗员着一月之内一律裁撤禁忌。是。是怀塔部，许英奎、昆秀、徐慧礼、普霞、曾广汉阻塞言路，抗拒新政，着即革职。是。是。好见太公。哎，诸位，咱们是不是请康先生来一段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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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千古红楼阴霾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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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唱吧。怀塔部的太太不是来了吗？来了。
哎呀，我还没死呢。有话说。皇太后啊，皇额娘，听说咱们的珍妃也搅和进去了，催皇上赶紧变法，好带她到美国的巴黎去逛。皇额娘，我还听说珍妃撺掇皇上给她做了一件什么珍珠披肩。乱了乱了，天下乱了，我们家也乱了。好，皇上的剑法高超，就是的，堪称一绝呀，真是炉火纯青，太好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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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太好了，好，站站站站站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真是醉生梦死，对，就是醉生梦死。康有为取消了你们满人的俸禄啊，还要裁撤永元、啊、你这个御史也当不成了、啊、你不醉生梦死就得他们活活饿死。您那套知乎者也也换不来乌纱帽了，科举一废你就吃狗屎去吧。去你的吧。你们听说了没有？什么事儿您说。康有为在上海给皇上盖了个皇宫、哦、满朝文武都要搬到上海去。哎呦，这个是吗？搬不搬干老百姓个屁事。就有钱人都走了，你给谁抬轿挣钱了啊？哎，听说康有为还是个大圣人呢。管他圣人不圣人呢，叫老百姓吃饱了肚子就是圣人、嗯、就是什么当官的、嗯、谁不讲好听的说。哎，这话不假。哎，你们听，康有为这个名字，有者富有天下之位也，为者贵为天子之位也，听这个名字就是个奸臣。您老啊，别这儿知乎者也的了，我呀还是卖我的饽饽去。迎面饽饽，呸，真是对牛弹琴。今儿个撤了礼部六堂官，明儿个撤刑部七堂官，后个再撤兵部八堂官，把咱们都撤光了，天下就是他们的了。袁世凯怎么样？袁世凯可是大走鸿运呐、啊、皇上破格赏他个兵部四郎，一步登天呐、啊、这显然是康党拉拢之意呀、啊、康有为的手已经伸到您怀里来了。来人呐，是给袁世凯打个电报，是叫他立即返回天津，还有给董福祥聂士成也打个电报，是让他们再高兴几天吧。公元1898年九月，奉直隶总督荣禄的命令，董福祥部进驻长辛店，同时聂士成部奉命进驻天津。听说他们要成立参谋总部，让袁世凯当参谋部长。这我都知道。谭嗣同要让他的朋友大刀王五到颐和园。胡说八道，快说呀。是新晋
他们准备开冒勤店，把内阁和军机架空，全部掌管军机大权。这话当真？卑职愿以身家性命担保。臣以为开冒勤店可先选英才卓著的顾问官十人，将来可增至二十乃至三十人。好，这件事要立刻办起来。是，臣今天就拟旨颁发。不，这事有祖宗先例，康熙、乾隆、咸丰三朝都开过冒勤店，你从三朝旧档里查一查。皇上，这查出祖宗先例才好向太后交代啊。皇上明鉴。是，你们下去歇着吧，朕明天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开冒勤店一职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话都说完了吗？请皇太后明鉴。你手下的人都靠得住吗？东福祥的干军也是称的武义军，奴才有把握。只是袁世凯，皇上赏了他二品侍郎，又和康有为又瓜葛，奴才要加以防范。好吧，事情要干得利落。是，九月，天津阅兵。不能走了半点风声。请太后放心，露出半个字儿，我叫你满门抄斩。请皇额娘圣安。请皇额娘圣安。我看你还往哪儿走。再有三步我就将死你。我杀皇太后这匹马。皇太后饶命，皇太后饶命，皇太后饶命。混账，拉出去。皇太后饶命，皇太后饶命，皇太后饶命啊，皇太后。算了，别打了，一个孩子家，饶他一条小命吧。皇额娘，孩儿伺候您下一盘吧。好吧，取取晦气。皇上怎么还没到啊？皇上已经到了。该死的奴才，怎么不回一声啊？奴才该死。请皇额娘圣安。皇上身体好啊？托皇额娘庇荫，自臣身体好。起来吧，别跪着了。这跪拜礼早就该废除了吧？听说你进来出去多了，办了不少的大事。许多事办不好，正要请皇额娘开导。亏你还想着我。
老话说，儿大不由娘，我管不了喽。再说，我要是说两句话，你那些贤臣们不又要说我揽权了吗？大臣们断不敢搬弄是非。不敢？你们不是要开议会了吗？不不，不是开议会，是开茂勤殿。开茂勤殿也是一样，还不是把先朝旧臣都架空，把天下交给康有为、谭嗣同吗？皇太后，别为这事儿动怒，皇上能不听皇太后的圣训吗？哼，听我的，我算什么？告诉你，只要是我一天不死，就不能看着你胡来，白白的断送祖宗的天下。子臣不敢。哼，坐下吧。倒茶。是。茶好吗？茶好。好。没把珍妃带来吗？啊，他在外面，没皇额娘的话，没敢进来。进来呗。请皇额娘圣安。哟，几天没见，打扮得可漂亮多了。听说你要跟皇上出洋到外国去。皇额娘，没这回事。住嘴，没问你。是不是在茂勤殿给你也安排个顾问官啊？别好丧，去吧。怎么，你还忙着上茂勤殿走马上任是怎么着？皇上，九月天津阅兵，皇上万万不能去呀！皇太后和荣中堂要废掉皇上，皇上他们都布置好了呀。皇上，您快拿个主意吧。这茂勤殿的奏折已经写了好几天了，可是到现在……是啊，皇上去颐和园已经四天了，是不是皇太后……唉，皇上是真没权呢、啊、看来开茂勤殿怕是成了泡影了。你看这些过节的灯好吗？好。好。你操劳了这些天也够累的，就留在我这儿歇几天吧。是。我这当娘的对你够好的了吧？是。我这也惦记你，那也不放心，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是。嗯。康先生。聂士诚的淮军进了天津，董福祥的干军驻防长兴殿，还有这几天在来往颐和园的路上，绿泥叫马就没停过。开茂勤殿的事儿现在已经传开了，他们眼看军机大权将要旁落，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九月阅兵
其中有诈吧？快，快点！先生，福生怎么样？不好。来，皇上虽说回了宫，可宫里进不去的。已经五天没见到皇上了，康先生。康先生，这是皇上让张进喜带出宫来的，经五天才送到。朕为时局艰难，非变法不能救中国，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。而太后不以为然，朕屡次己见，太后更怒。今朕为己不保，汝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，妥速密筹，设法相救。朕十分焦灼，不胜期望之至，特意。皇上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请外国人出面干涉，请皇上出洋。哎呀，连宫门都出不去，何谈出洋？这不行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康先生，我去长贵午门求见皇上。哎，宜春，回来。现在别无出路，只能背水一战。袁世凯，你是说起兵秦王？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对，先生，他参加过保国会，而且最近又受到皇上特别的恩赏。可是他是荣禄赏识的人呢，上次我去见他，他表示对荣禄不满，我看确有兴亡的可能。不过他的军队也只有五六千人呢，这兵力太悬殊啊。那倒不怕，他的军队都是新式的枪炮，而且军纪严肃。这倒其次，可知人知面，这太冒险。不错，是冒险，可要救燃眉之急，别无他路。袁世凯受皇上重用，与荣禄又有不和，只要对他小以大义，以国家和皇上的前途相托是有可能的。只要他肯起兵，我们就先下手为强。先生，请不要再犹豫了，今晚我就去见他。复生，复生，复生。诸位，事到如今，万全之策是没有的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。成功是我四万万同胞之大幸，失败我谭嗣同第先生，请做好离京的准备，越快越好。我走了。福生，你福生，福生，谨慎。是。
谭大人。袁大人，请，请。请，请。袁大人，打扰了。嗯，哪里哪里。啊，请。谭大人深夜来访，一定有什么要事吧？袁大人，您以为皇上如何？皇上？皇上乃旷代英明圣主。谭大人，臣不义君。皇上待大人如何？皇恩浩荡，恩重如山。皇上如有危难，臣下定效犬马之劳以报天恩。不过九月天津阅兵的事大人知道吗？荣中堂布置过。阅兵要干什么大人知道吗？请大人指教。有人要趁天津阅兵废除皇上。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，谁？荣禄。你也是城部已进驻天津，董福祥部已进驻长兴殿，情况万分紧迫。现在皇上的安危全仰仗您袁大人了。如果您愿意救皇上，您就是不世之功臣。如果您不愿意救，那么现在就请到颐和园去告密，杀掉我这个脑袋，您荣华富贵同样可以到手。谭大人，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什么人了？你我同受皇上天恩，如果我袁世凯有为皇上尽忠的机会，就是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袁大人请原谅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只是事变如此突然，不知谭大人有何高见啊？大人如有志救皇上，皇上将此谕旨，而后大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拿荣禄正法，再率部入京勤王保护皇上。当然，荣禄乃北洋三军统帅，手握重兵，阴险毒辣，袁大人恐怕不好对付吧？这倒没什么，
等谕旨一到，我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。这是太后。嗯，事变的关键全在于此，要想救国救军，那就只有对太后使尽兵谏。对，包围颐和园，不许他再干预朝政，这样才可树圣上之天威。袁大人，君难臣死，为千古之大义，舍身救国乃军人之天职啊。谭大人，我自幼读圣贤之书，这忠义二字我是懂得的，只要皇上谕旨一到，我一定竭尽死力诛除奸贼，保护圣上。大人，您就是今天的陈平周勃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岂敢岂敢，请起。来来来来来，福生兄，今晚大人一席话，使我茅塞顿开，真是相见恨晚呐。来，干干。谭大人，你是天子近臣，我手握重兵，以后还是少见面为好。不过请你相信我一片忠君报国之心。大人所言极是，小弟告辞了，请。哎，袁大人呐，现在我是一天的阴云都散了。谭大人放心，保重。多谢。1898年9月20日深夜，袁世凯急忙前往天津，向荣禄出卖了维新派。荣大人，保重。火车站，快！荣禄当即匆匆赶回北京颐和园，向慈禧太后密告。皇太后，备驾回宫。备驾回宫。备驾回宫。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，慈禧太后匆匆由颐和园赶回紫禁城，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。
请皇额娘圣安。叫他进来。皇额娘，我不是你娘，你给康有为、谭嗣同当孝子贤孙去吧。子臣本已准备去颐和园请安。哼，不用去包围颐和园了，我这不来了吗？皇额娘，别听谗言，子臣绝没有这个意思。呸！我人在颐和园，可心时时都在宫里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纵容康有为、谭嗣同背叛祖制，是什么罪过？子臣正是为了祖宗江山，才试行新法。你倒有理了，你是要祖宗还是要康有为？皇额娘，子臣不能眼看着大清国脉、祖宗江山断送在子臣手里。子臣要做了亡国之君，活着对不起四万万臣民，死了无颜见列祖列宗。住嘴！我就不为祖宗着想。康有为、谭嗣同借变法维新之名行犯上作乱之时，他们要包围颐和园，要杀你娘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祖祖三百年的天下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。当初我真是瞎了眼。自己五岁进宫，我是辛辛苦苦把你拉扯成人，把天下交给你，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？你居然还让谭嗣同杀我的脑袋，你别做梦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了，你也活不到明天。明天把满朝的老臣叫来问问，有一个赞同你的吗？恭请皇太后圣安。今天命你们上朝，为的是皇帝病了，皇帝忙于新政，积劳成疾，也许你们都听说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说话呀，都背过气去了。刚毅，张开嘴我瞧瞧，舌头贴到上牙膛上了吗？皇太后，自同治年间以来，太后两次垂帘听政，跌平大难，红尽世间，保住了祖宗三百年的天下。如不是太后一腔心血，那天下早就不是大清的了。恭请皇太后训政。恭请皇太后训政。皇太后，臣有句话要说。你是谁？臣山东道御史杨深秀。臣以为太后已经撤帘归政，就不宜再次训政。皇太后，杨深秀扰乱朝仪，简直目无王法。如今正当国难当头，只有变法维新才可望力挽颓局。皇上如不亲政，金法中辍，中国
就灭亡无日了。臣请太后能以天下国家为重。想不到还出了你这么个忠臣。这大清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今天你们都说说谁赞同杨深秀。杨深秀欺君罔上，扰乱朝仪，请太后治罪。杨深秀真是目无王法，杨深秀简直是大不敬。为了大清四万万臣民齐天之福，请皇太后再次训政。请皇太后再次训政。现在皇帝病重，你们下去要遍请京城中外名医进宫给皇上治病。训政的事你们既然这么要求，只好暂且听你们的啦。谢皇太后。公元1898年9月23日，光绪皇帝被迫下旨，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，对维新志士进行了疯狂的捕杀。袁世凯卑鄙无耻，狗志不如。快走！哎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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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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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福生，福生，五爷，事到如今了，你怎么还不快走？哎呀，我带人保护你，杀出城去。你能有多少人？城里能有四五十，到直隶1800多城。怎么？五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。嗨，有话你就直说嘛。我要杀进瀛台，救出皇上。五爷，请拔刀相助。五爷，这是挽救维新大业的最后一线希望了。五爷，您侠肝义胆，武艺高强，为了国家社稷，为了黎民百姓，你我带领弟兄们杀一趟吧。五爷，我将永世不忘您的恩情，今生若不能相报，来世我也会为您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的。五爷，我求您了。福生，你是急糊涂了。我王五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可眼下就靠我们四五十人去应聘，这不是白拿脖子喂刀吗？
不生，快走吧。五爷，多保重。生子，送五爷。自上及壮，偏遭纲常之恶，含用其苦，待非生人所能忍受。临死累矣，而卒不死，由是以轻其生命，以为快然躯壳出利人外，符合足惜。故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示，耶稣杀身，其弟子十二人皆不得其死，孔子仅免于杀身，其弟子七十人达者盖寡。佛与弟子皆饥困乞食，以苦行终，此七之屈命，以先知绝后知，以先觉绝后觉，只身为不死之物，虽杀之亦不死，则成人取义，必无大不于其中。不生，福生，福生，日本使馆的车就在门外，快走，快，快走，浏阳会馆。周如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血所铸，请带到日本去。将来若能刊行传世，递在九泉之下一等名谢。福生，咱们一起到日本去。福生，你这样固执岂不是辜负了友邦朋友的好意吗？请您到日本大使馆去吧，我们准备把您和梁先生一起送到日本去。我十分感谢诸位的好意，你们日本不是有一个为维新救国而死的月照和尚吗？各国变法都是因为有人流血才获得成功的，而中国至今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血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昌盛的原因。现在就由我谭嗣同开始。老爷，求求你，快走吧！生子，你要告诉你见到的每一个黎民百姓，我谭嗣同对不起他们。福生，我们为了报答皇上，不。我现在想的是四万万梨树，不有行者，无以济救国救民大业；不有死者，无以警醒黎民百姓。活着是艰难的，由你们承担；死是容易的，由我来。福生，愚鲁盲昧的百姓未必理解你呀。我正是要用一腔鲜血来唤醒他们。
天不亡中国，康先生必不死，卓如你必不死，维新志士必不死，终有一天全国臣民同心义愤，剑出国贼，中国将仍有振兴之望。福生，你你们快走吧，生子送客，多保重。福生，嫂夫人，梁先生。哦，福生，嫂夫人来了，你快出来。哎，站住！哎，掌柜的，哎，来了您了。德阳会馆怎么走啊？往西走，见了胡同啊，再往南拐，过了江苏会馆，哎，别啰嗦，带路，走，走，哎哎哎，走，好，好，好，你怎么还是到北京来了？你只身一人，总得有人照顾啊。哎，到北京以后，新政实行的怎么样？你刚到，先不谈这些吧。父亲好吗？他老人家好，就是总为你操心。你一路上辛苦了，打点水洗洗。等等，我给你带了几样东西。菊花实验，你喜欢喝的金山茶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没想到吧，辣椒。这是胡笔，福生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还记得我们常说的那两句话吗？是荣华如梦幻，是死辱未尝试。无喜无悲，听其自然。福生，你来了，我又该走了。还去哪儿啊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老爷就要被人抓走了。福生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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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，快快快，快，走，快！皇上在，你去死。这事不忠，
我现在，你去死，就是不孝。我为四万万人去死，为中华去死，不正是全忠全孝？没有你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你活着，告诉后世子孙，我为什么去死的？福生，怎么还没有孩子？这样的中国，多一个孩子，岂不是多一个奴隶吗？我对不起你，为了我，那你就走。不，就在这儿，那没错啊。谢谢。福生，把这个带着。
望门投止，思张俭。人死须臾，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亮昆仑。与虚空而无极，初当冲决逆路之网罗，次冲决君主之网罗，次冲决伦常之网罗，次冲决天之网罗。公元1898年9月28日下午3时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押解至菜市口刑场，演出了变法运动可歌可泣、慷慨悲壮的最后一幕。金丝公子，馅儿大瓶装，您来一碗的呢？您尝尝，你看这碗怎么样？来，您来一碗。好嘞。您好，您又来了啊！您好，您好。咱不见过一面吗？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掌柜的，来一碗。哎，您知道今儿个杀谁呀？不知道，反正官不小。哦，当年杀肃顺爷，也没有这么大举动呢。兴许是二品。啊、对了，真的，没错。您瞧这地方，分拉三尺也见红啊。你少说也杀了几千了，好，一万也不给你。王大人，你们请。来了，好，来了，好，您来了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这回杀得这么快，哎，老佛爷动怒了，连审都不审就开杀了。哎，康有为怎么样？溜了。哦，我早就说啊，老天有眼，太后老佛爷有眼，再不能让那些个无夫无君的乱党们闹下去了。对对对对，您说的是啊。谭嗣同，要剪辫子，好啊，今儿个连脑袋都剪掉了啊。傅老爷远见呐啊。这回您放心吧，您那个故意店长袍马褂有生意。您这个生意啊比我好，今天又是您发财的好日子啊。来了来了，报啥子来了？报啥子？报啥子？报啥子？六个呀，六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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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个几个？六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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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？六。
大人，谁在那说话？提前了一个时辰呢！啊。